我爸他们这整厨房呢，给外头做点饭，今天这大锅支上了，这都搁这瞅呢，看我爸给这锅，这锅看冒冒烟，一个劲儿的看这个大锅好不好烧的。我先给你试验一下子，用那个大锅炖一下鱼，搁点盐子里面，这是冻鱼煎一下子，你咋胖的点？这锅太快了，速度火，这速度火就这样。火，找个点老抽。老再搁点水。那个这里搁白菜，完了还得搁点那个粉条。来个大铁锅炖。这些盐行不行吧？行。我爸其实做饭挺会做，就是不太做。做啥做呀？明天你做吧。我会。带上一块，搁点粉条，搁点白菜里头。对，粉条和白菜。嗯。今天一天这整利索了吧，老弟？今天一天早早的，必须得整利索了。大哥说了，再不整利索就没工夫。都有活儿。都有活儿。这会打个吊厨。我爸要好点小菜儿，你这大棚扣着个葱就是打咕噜枣啊。那你就这个体验多天，体验熬天的。这生菜好点呗。好点。这生的，就是这白菜的呗。行。还得白。看一下你家这小园儿，东面两垄豆角。柿子，这大蒜，你家这大蒜处理不好啊吧？大蒜缺苗，嗯，两垄辣椒，毛葱，这是小菜儿，这个就是老桑芹，给野外挖完之后栽小园的。像我爸他们这都能吃了。爸，你家这啥花啊？这个花挺好看，我爸不知道叫啥名。够了吧？那我扒扒毛葱。嗯。是吧？今天啊，这块风又可大了。变天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东北的毛葱啊，这蘸酱吃可好吃了。等往后再老了，就是接的那葱头吃的就比它辣了，那个储存的时间就长。黄尖子都得掐下去，不好。烧什么？我四叔负责给这给我烧火呢，再搁里一罐啤酒里，搁啤酒炖鱼好吃。粉条搁锅。四叔，你说咱们吃点鱼不容易哈。这不好啊，这太热了。嗯呐。他这感觉跟他们套似的，摸着大鱼。我家还整一个呢，但是没整好呢。整个这外面搁砖跟一套上，要不太热了。到这么热行，到冬天那你就受不了。嗯。这风大，这在抽烟。
挺大，挺好。这台真的好。这台跟往下不挺好的。妈呀，我四成才填点，不用填太多了，再整糊了。填两块。行。今天这大鱼就算是我爸做的，我爸给这块时刻不放心，这大锅怕糊了。马上就吃饭了，打的这一会儿打打完能吃饭，有点早一点点，想那个太便宜了，那几分钟的晚上等那儿等等。这打个框架完了，到时候上柜门子就省事儿了呗。嗯，上门我得给上去。那就好，你看这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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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锅底下的火要把浇灭了，浇灭了，现在就有点味精了。不是，这领不领给外头做饭，咋整的我这个手忙脚乱的呢？搁点蒜，啥呀？东西都得一样样倒了。嗯呐，你看够不着，倒着他，倒着他的。爸来吧，快点快来帮帮忙吧，爸。你给我扒扒饭盘子吧。粉条掏出来，这鱼腌一下烤出来。嗯，不错。这个汤是正好。那我现在打的。这菜这都算是爸做的，这家可不放心了，净搁这抽火。养点香菜上，味儿好。可能。行。糟糕的。这点鱼吃的，这家多少个人齐力合作。吃饭了。这马上整完了吧？剩两个条。看这锅台青，这就顺着火进去就烧炕了哈。对。嗯。这也挺快。柜门是白色的，四叔负责倒酒呢。缓没缓过来点儿了，干活。这个好，反正天了还好呢。这个好，这咱躺着躺着难受，不干活也难受。这咱累的。回进屋吃饭吧，你们。行吧，二位脱了衣服。端午节。吃饭，端午饭。尝尝这味儿啥样吧，冻鱼反正多少它不能有新鲜的那味儿好。还行，也挺好，凑吃吧。真是这么回事儿。